可以一起来观察一下啊，然后超越应该是三朝的元老了，这次有什么要想看到特别新鲜的东西吗？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想看到就是这周一天很多的嘉宾嘛，因为我想看到他们学习学习一下，以后可以用上是吧？学习好的，欢迎两位，然后可以期待这个新的综艺跟大家见面。接下来我们请店员来递上我们的冲浪板，然后在心中的记号三个冲浪板上面签下名。好，好，两位再拿着我们的冲浪板你看一下可以。我相信今年的新冬的计划有七哥的加盟，还有这个超越队的坐镇哈，一定会非常的精彩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看一下中间的摄影师，好，看一下左边的摄影师，我要宣布新冬的计划三正式入驻我们的人潮之夜。好，我们期待心动的信号三，也再次的感谢七哥，感谢杨超越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请店员帮忙收一下。